Hello， 我是李超叔叔，我们来开箱啦。FV04 Flama， 我之前用过01还有02。哎，等一下你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很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人声效果器嘛。至于有没有变好听不一定啊，会不一样是肯定的。好，他很贴心的附了 9V 的电源，然后勒，哎呦，说明书掉满地，都不看了啊，以后再说啊，以后再看。然后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个叫做 harmony 就是和声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唱一个声音，它会帮你和一下。然后背后这个接口是很完整的，卡农的 in 还有 out， 这里有一个 48V， 那平常你要把它关掉，否则因为你平常如果插那个电容麦的时候才要打开，那我现在这个是动圈麦就不用了。然后勒，这里有一些说明，我们直接来。 Hello， 现在我在测试，为什么要唱歌？因为它帮我加了 reverb， 就是混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哦，就加了混响。那混响如果讲话会很恶心，所以我只好被迫唱歌了。然后我选一下调，我选在 C 调，然后我现在选的是6号。6号是什么效果呢？是多一个高八度的音，然后我 level 选50，就是一半。嘿，踩下去。嘿，听到了吗？多了一个高八度。换2号呢？嘿，多了一个第5度。4号。嘿，多了一个高5度。3号，哎，多了一个高3度。还有什么？8号，5和3，试试看。哎，8号有高有低，所以现在有3个我。我现在 level 开的是60，如果我开100会怎么样？核心非常的恶心，如果开到30好一点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个测试结束了。